警方掌握嫌犯犯罪模式，趁着他开车外出准备和毒虫交易时一拥而上。嫌犯呢，眼见大批警力呢，一度是企图倒车要冲撞逃逸，民警立刻是以警棍破窗包围。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画面。站！我骗了。好的，嫌犯自证难逃，为了避免无谓的灾害发生，在被压制时是立刻大喊我投降我配合。另外一名来交易的毒虫也被警方当场制服逮捕上铐。警方调查24岁的施姓嫌犯呢，是贩毒集团当中负责送货收账，也就是俗称小蜜蜂的成员。透过上游嫌犯接货订单之后呢，再指挥施姓嫌犯前往交易。而为了刺激买气跟回客率，竟然还推出限时买五送一、买十送三这样子的一个促销手法。那警方现场呢，就查获了毒品咖啡包近100包，还有现金20000多元。全案是依法移送侦办。